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想问我自己，1992年属猴的。嗯，想问什么讲吧？想问身体。哎呦，你的身体出大问题了。哎呦，你的血液有问题哦，免疫系统出毛病了。对。你自己要精神好一点，要念经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嗯，你这个病不是小病啊，听得懂吗？要夺命的，啊！你自己，我看你这辈子真的很可怜的，没什么人能够帮助到你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能现在能够有菩萨帮助你啊？你好好念经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吃很多苦啊。你是属猴的是不啦？是。啊，你看你这个猴啊，被绑起来了。对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说对了？听不懂啊？被人家看住了。听得懂吗？那我从上面帮你讲下来。好。掉头发。是。睡失眠。对。颈椎不好。对。鼻窦炎，是喉咙咳嗽，肺喘不过气来，是再往下看，肠胃不好，腰不好，是妇科不好，对，你看看年纪也不大，但是你为什么身上这个免疫系统会出这么多问题？我告诉你，跟你小时候的杀业有关系。你们家族里面有人杀业吗？开了一个餐馆。好嘞。是你爸爸妈妈开的是吧？是。包到你身上来了。而且你的身上皮肤上面有很多小的长出来的小的这种小的球啊，小的肉球，听得懂吗？我看你这个地方淋巴都不好啊，淋巴很可怜的，赶快念往生咒，每天要念这个78遍，好吧？好。嗯，你感情运也不好，婚姻也不好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不啦？听得懂。你想改变不啦？想。念经呀。好。两根腿么细的嘞，像柴火棍一样的。嗯，真的很可怜，谁都可以欺负他的。真的，我讲的对不对啦？对。你们不要去欺负他，好好帮助他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菩萨会保佑你的，你自己要当心了。你现在除了身体还有感情都要注意，明白了吗？不要自己这么颓废啊，每天念大悲咒，增加一些正能量，增加一些阳气，背要晒太阳，听得懂吗？好。不要穿黑衣服。好。你刚刚说你属什么的？属猴。对呀。你白猴，你去穿黑衣服干嘛啦？好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穿白一点的，亮一点的呀。好。可怜的嘞，这什么乱七八糟衣服，烫也不知道烫一烫的。以后说跟台长学佛的人穿的要稍微像模像样一点，听得懂吗？烫一烫不会烫啊。就他这种样子，还有一个男的很喜欢他呢。我讲了对不对啦？好像是。帽子英文叫什么 ？Hat。那么，
眼睛是不是眼睛啊？帽子戴在眼睛上叫什么？哈特你眼睛。哈特是上海话，眼睛瞎了叫哈特。傻姑娘了，你老公是上辈子，你这个男的上辈子欠你的，你自己好好的自己，你其实很会做，努力的去做，人家会很喜欢你的，明白吗？吃点抗生素，身体上有很多毒气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好吧，血液很不好，浑身酸痛，爬不起来。是。哦，看见了，有个老太太，有个老太太，你生出来的时候，之后是不是有个老太太过世啊？或者在你生出来之前？外婆或者奶奶有没有啊？外婆奶奶好像在外国过世，但是我不知道。外婆是吧？有一个老太太在你身上，瘦的，穿了一个这样斜的这种衣服，过去的。你赶快给她念经啊！49章小房子。好。会念不啦？在学。啊，赶快学啦！好。可怜兮兮的孩子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你。很多人会欺负你的，我现在不愿意讲你前世啊，你前世专门欺负人家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前世是个男的，你没感觉你像个男的？感觉到。感觉到。文哥呢？好啦，好好念经吧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胸部那边是不是长了一个结节？我看一下啊，要刮几几几几年的猴子啊？92年的猴。啊，靠手臂这个地方。是。嗯。你要不要我看看是恶性还是良性的？要。要帮你看看不啦？要。几几年属猴的？92年属猴的。不严重，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好像像人家血液增生一样的，没关系的。你能不能要叫中医去调理一下？你长期的妇科不好，身上会长很多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不是跑上来就讲你身上长很多东西，皮肤上。好。刚刚讲过不啦？那我吃维生素也。那些钙片都没用，是不是？没什么大用了，最好去调理一下，好吧？我看现在还不大，啊，有两种可能性，还有一种可能性长得大一点嘛，割掉；还有一种可能性嘛，你就是慢慢念啊念啊念，它真的会念小下去的。有很多人念得很小，但是有一点很难做到，对你来讲，要吃全素，吃不啦？我开始吃，但是还吃一点鸡肉，鸡肉。中文不太会，吃点鸡肉，他说鸡肉对，吃点鸡肉嘛，就长鸡肉出来了呀。你看不吃鸡肉的这里都没有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我已经跟你讲了，吃全素去吧，好好的念经，把它念下去，好不好啊？能啊，问我爸爸的身体状况吗？快点啦，时间都被你弄掉了。53年属蛇的。爸爸身体不好，腰不好，背也不好。是。血压不稳定，你叫他不要老发脾气啊。他经常发脾气。你爸爸的脾气很不好，不知道啊？身上有鬼，你知道不啦？家里啊，房子里有鬼啊。你们的房子开门进去有没有阴气？你不知道的。家里很暗。好啦，阴气听得懂不啦？阴气，之前你看了我弟弟。之前你看了我弟弟，他身上有两个灵性，然后他念了，你帮他看了，他念了，好了很多。
是不啦？一念不就好了嘛，小菜一碟，听得懂了吗？好好念经了，好了，你也念了会好的，好了，好，嗯，好了。